This is the women's team final of China Championships 2024. Hello，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馆给您带来的2024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那么今天也是我们的收官之战啊。这个时间段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女子团体决赛，由上海队的杨怡韵和孙铭阳的组合对阵到的是江苏队的石洵瑶和钱天一。 那么上海队这边呢，在双打上啊，肯定是做足了功夫。杨怡韵呢，她也是作为特殊打法，出生于03年，右手横板削球打法。 那么孙铭阳呢，也是特殊打法，他的正手是反胶，反手是生胶。 石洵瑶和钱天一这边呢，就是一左一右啊，两面反胶的一个搭配。上海队呢是3-1战胜了辽宁金牛队，进入到了决赛；江苏是3-0战胜了湖南队，进入到了决赛。 上海队这边的这个搭配呢，可能对于孙铭阳来说，更多的要担当一个抢进攻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杨怡韵呢，更多的是到了这种中远台，以防守为主，给孙铭阳创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机会。 钱天一在2023年的 WTT 新加坡的大满贯是拿到了女单的亚军，那么石洵瑶在2018年的乒乓世青赛女双和混双比赛当中呢是拿到了冠军。 其实深交运动员反手起来之后啊，他的这种旋转没有想象中那么强烈。主要深交的打法还是以这种速度为主，因为深交本身的这种特性啊，就是不吃旋转啊。那么到台以后，如果说发力的这一板啊，只要过去之后到台，他的二跳是往下扎的。 这个时候就特别考验这个石洵瑶和钱天一的这种调节能力，因为颗粒的这种旋转变化是非常足的。但对于石洵瑶和钱天一来说，他们还有个优势，就是一左一右的这种搭配，在跑位上来说会更加快速和便捷一些。
樊世威看住削一板，哇，这一球非常赚啊！第二板，哇，衔接住，再来，哇，在近台后座，漂亮。目前第一局比分是来到了9-6，樊世威发球，的确，石群瑶和陈天意的这种正手能力啊非常强。拉起来之后，孙明阳正手看回头。目前石勋瑶和钱天意这边呢是拿到了局点。第一局比分是11-8，石勋瑶和钱天意是拿下了首局。对到的是石勋瑶和钱天一，第二盘是由陈毅对阵到的是快慢，第三盘是孙敏阳战钱天一，第四盘是陈毅对阵石勋瑶，最后一盘是杨毅运对阵的是快慢。标注，这球一旦给机会给这种杀板啊，的确非常难防。而且作为孙明阳来说，一定要在这种前台给顶住啊，中近台一定不能退。现在石勋瑶和钱天一这边一旦形成这种上旋球的这种对抗，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打法上的确是有优势的。你看这球，其实他削住了之后，这一板起板，那么对于孙明阳的防守压力就非常大。拿起来，扛住。其实现在上海队这边杨钰钰和孙铭阳还没找到自己的一个发动点。啊，这球还是在中路啊，被拉顶住了。现在麻烦点就在于，孙明阳不敢往前去顶，
这个球一起来以后，力量和旋转还是非常强的。你往后退了以后，就形成一个被动。看住前台，感觉这杨一韵和孙明阳的这对组合的这种搭配啊，感觉深交的这种优势没打出来，相反现在削球这一块还给了孙明阳很大的这个压力，因为削起来我就形成上旋球的对抗，那么我在前台扛不住，我只能往中台去推。目前石勋耀和钱天一是拿到了第二局局点。最后比分11-6，石勋耀和钱天一是拿下第二局。现在对于杨一韵和孙明阳来说，要想的是怎么样破这个局。感觉双方的这种打法特点啊，结合在一起，非但这种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反倒成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枷锁。回到双方第三局，钱天一率先发球，发球起来，这时候这种感觉就感觉打得非常被动了。你看，都是出在这个节点上，现在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上海队请求暂停。上海队在第三局0-3落后的情况下，也是要了一个暂停。这几个球的确丢的有些太快了。这个时候但凡一调动这个杨一韵和孙明阳的这个落点啊，因为毕竟两位选手都是右手持拍运动员，所以他们对这种移动范围就必须得要大。现在就感觉被石勋瑶和钱天一一旦形成这种主动相持啊，就没有任何的办法，很被动。看了一把回头，这球速度很快。
对，现在对于杨钰莹和孙铭来说，一定要加强进攻。如果一直去削下去的话，这个越打越被动。啊，上！哦，江苏队这边打得也非常谨慎，在被连续追分之后啊，虽然比分还在领先，但是要了一个暂停。其实这个暂停也是为了缓一缓杨钰莹和孙铭洋现。回头反手给住，侧身，这球着急了。虽然是个长球，这一板的确选择没错啊，但节奏上稍微快了一点点。漂亮，呼！最后比分是11-5，石勋耀和钱天一是3-0战胜了杨钰莹和孙铭洋的这对组合。的确，感觉这对组合来说，并没有打出想象当中的那种特殊的感觉，相反是两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优势和特长都没被都被限制住了。 Read more about table tennis on my blog PingSunday.com. Get free ebook and coaching advices.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